欢迎回到暗夜合法新闻嘅现场，继续来看客家庄今日油麻嘅新闻。基因改造作物喺全世界种嘅十多年内，种嘅引来引发，也大家嘅衣服也越来越多。法典护理之前成立被台湾第一站，唔种基因改造作物的农业机构后，苗栗万里也有85个农民今日显示讲，已能成立西埔第一站唔种基因改造作物的农业区，伊能也希望将一个唔识唔种基因改造作物的理念推广到全台湾。85个有机农药数千点数，比点甜度，国下来个服务派给台湾土，上阵数过台湾也得提土，每本基因改造作物留给台湾。基因改造的东西哈，后面唔会向外用嘛？系冇用，嗯，都冇用，啊，都冇用，啊，都唔知啊，唔知讲个奈来嘅啊。专家讲，基因改造物系家庭生物技术老提天基因同作物风险研出来，将会做地抵抗除草剂压力嘅作物。不过，要地位改造过后嘅作物会对人体有负面影响吗？三毛人更坚定。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吃了16年哈，是没有看到说有什么不良的结果了。但是它长久性的这个影响呢，是没有人敢打包票，包括 WHO， 他也不敢说长期性没有问题。蔡提经验安东年年蜜从没讲，奇怪作物对环境物种的影响动态，也下已经有意图给国家强力来抵制进口给奇怪作物。他第一个就是要问你是不是有机感，然后第二个才选择品质，所以我们未来台湾的所有的农作物呢，如果要有国际的一个竞争力，绝对不能有机改。本地提起系台湾有机米从用嘅身体职业，提供农民每年数万共同显示某种奇怪作物，同时成立副奇怪农企。农民希望做利用实际行动来照顾台湾食谱从用嘅有机米国产核心物用。